就是救不来，也得是你吧。你比别人笨，所以你得比别人做事。那礼拜八呀，应该是初几啊？别人坐着，还要站着。牛。别人站着，还要走着。不吊死了！不吊死了！不吊死了！别人走着，还要跑着。 你还见过比王满仓更傻、更笨的人吗？大脑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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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脑子。是个下下级。你离开我们，装作咱们不认识，你就当我们死了。满仓那么孝敬你，你这么忍心对他这么狠？我是不是真的挺没用？你是个忠诚可靠之人，要想成大事，一定要把眼光看得更远一些。更远的地方是哪儿啊？